嗨，各位会员车友大家好，我是李翰老师。老师今天要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就是我们的会员频道会更新到十月底，好，我们就会先暂停。那我们的会员频道订购的功能啊，也会在十月底，好，我们就先暂停。因为各位持续的付费，老师觉得对各位很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们影片现在才上到七月底而已 ，OK？ 因为我们答应各位车友啊，一个月要两支嘛。那老师虽然现在已经录到九月底了，但是我们剪辑师上片就是剪辑影片的速度没有这么快，好吗？他自己也有他个人的事业要忙，然后所以都会有所 delay 这样子。那老师不希望就是各位车友在持续在频道上付费啊，因为老师没办法准时把影片交给大家嘛，所以我们就先暂停更新到十月底 ，OK？ 那期间有订阅的车友啊，老师都有做记录，然后欢迎你来私讯我们粉丝团，赛道狂人李翰老师的粉丝专业 ，FB 的粉丝专业私讯我们。那老师把影片做好以后，老师就会把影片的连结传给你们，那老师还会给你们一些补偿方案。好，真的非常的抱歉，非常的不好意思，好，因为老师觉得应该是要准时的上片，但是因为太多因素而导致我们上片 delay 啊，老师又不希望各位一直付费持续的支持，因为会员车友里面有好几个都是从以前就支持到现在啊，老师跟他很认识的车友，真的非常的感谢，非常的感谢。虽然老师有你们的名单啊，但是老师没办法一一联络到你们，那麻烦各位啊，一定要联络我们哦，你这期间你有没看到的影片，你记得一定要联络老师哦，老师会把影片连接传给你们，老师还会给你们补偿方案哦，好吗？好啊，我们的频道啊，赛道狂人李翰老师的频道也会不定期的更新 ，OK， 老师也会持续分享老师的赛车技术给各位，好吗？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哦，拜拜。